丁权，记得投我一票，拜托拜托。我跟你讲，我这个证件哦，这次可以发的，你看你看，这这，你打电话，你看，有没有声音？我兵会在旁边发表证件，记者要来听哦。谢谢，谢谢，晚安。想带你赶电路，永不服输，茫茫打拼为多前途，春夏又秋冬，叹岁月太匆匆。上强地板行错，有时一下变强粗，眼头看清三万树，披一下发香香福。年一年灭风尘有爱，感谢有你上下天书。不是爱情情处处，有烟名气在心中。不是爱情情处处，无望来世路。明一早不是跳舞的人类，都是对什么样的大宋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李小姐，李川总，川总，丁妈拿给你的。丁妈临时去朝圣了，而且她今天离开之前还讲了一个可怕的故事。她说爱讲八卦的人舌头都会被拔掉，哎，很可怕哎。那麻烦老爹妈某事情了，某事情。你两个面有没？唔记得早上爹妈妈讲个故事了。好啦，完婚就完婚。新的漂亮。哦，祝贺医生讲个几只生意呢啊？这个买书很不容易来，人家不就冇合适咩？讲数就数。干可以飞走吗？哦，何医师，系阿祖哈。阿祖，那你留下，拄到上班嘅警察，佮起来，同你啊带上来，不然就是啦。哦，安先生。小东，韩红。韩春点清啦，加上劳力行上，亚都飞谈。啊，哎，你就好嘞。哎，是啦，是啦。哎呀，好香哦！阿聪不要来，鸡排来就好。医生，我们家小东为什么会生这种病啊？我们家上一代都没有精神上的问题啊。精神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种，基因遗传也有了。我们还是先确定小东的病是什么。你说他一开始的症状有哪些？他那些症状，我在其他医院都有讲了，那病历上面都有写。我知道。何医生，何先生，来了困一下，不管黑啊。嗯。何先生，跟我来东亚医院就过后，怎么来送我下来呢？等一下。慢慢来解释啦，啊！
因为有可能，佮小东就去按到伊个宽哥诶，唔得亚哈讲起，有可能无不偏诶。亚应该伊只方向听听，韩国好先生要知道，爱佫考虑一下。好先生啊，佮你亚知道小东无不偏诶啊？我当然唔敢讲清楚无，不过那种年纪生意呢啊，需要个一种生意啊。视觉失调计药的哦，副作用较大，室内当然解脱。黑光小东唔系视觉失调，也还有其他的症状，我用较少呢。来想问一下，你小东不平之前家庭关系，敢有重大的改变吗？比如讲，比如讲嘛个，比如讲。我爱过结婚嘞，我爱过结婚，跟老小东不偏的有乜个关系？跟小东的好搞，跟亲戚嘞，老同学之间更正常。当然啊，我小东都好搞，一切都是模范生嘞。何先生。记得问丫头，系乜嘅问题啊？挨到阿杜嘅语言地图，全部就问讲要讲诶，记录地图咩有写啊？急诊总副先打电话来，刚才打了两只阿地方，还有只海豆，暂时不会醒来，你们放心。约束多久了？两个小时。太久了，必须。先跳进保护室，趁他睡着的时候把约束带拿下来。好。比丘，你要小心哦。忘哪里啊？给我。好，我来签，我来签，我来签。按错位等车，不用多耐着。你怎么说？我先走了。哦，医生再见。我来吧。可以。姑娘嘞，你稳定之前都要人凯待在保护室，小东状况不稳定，还有个方琦，不要起冲。我知道，之前好几次差点被打，到现在都还有阴影，我超担心碧球。总是多注意点安全。人凯症状上来的时候，这里所有工友都压不住。我知道，我在提醒碧球。嗯，陈医师下去了，小飞也在忙，啊，碧球呢？啊！
小姐。你怎么了？啊？你在房间干嘛？怎么了？小姐。哦，你是护士哦。我以前想当护士哎。那护士要做什么啊？小姐。哎呦，人家比你大一点嘛，叫姐姐。姐姐，我们先到病床上躺一下哦，因为你生病了，医生等一下马上就过来了，所以我们先到床上休息一下哈。海平啊，这是不然吗？进来。妈，给我你神经，我叔叔，妈。想要喊你来，我骗你。给老一个，不然嘛，你去警察呢？你敢不听？别说，干嘛？按照你做吧。哎，别敢声音啊！哪里比赛啊？人家警察呢？快比赛！别敢声音！你们到底在干嘛？对不起，有屁用啊！你知道人看有多危险，把碧秋关在里面，你到底想干嘛？什么叫做还好？还好你下来啊！我把你跟他关在一起，看你会怎么样？算了，准床单写好了没有？现在上去转呢。你刚刚做得很好。这是药物的阶段反应吗？慢性偏方的心少一买的啊，除了安太条的事情，不要说是有苦的，好吗？来，驾驶。来，坐电车，驾驶。安子谁？不是安子谁啦。好的，应该监视器没坏掉，无吼，那不然关机机会做唔对哦。该用时还用人讲。安用要影响到病人的运势，根本唔顶严重咩？迄病人衰毛个世界怪怪，我还真无去买个监视器。好啦，驾驶。病人衰毛个世界。睡觉啊！对啊，碧秋，你赶快看看，我好想睡觉。小白，嗯，你去把那个药车推到门口，进去一下。啊？为什么？赶快去啦！
为什么要这么做？江彬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人愿意生病，现在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如果我把监视器关掉，你愿意跟我说实话吗？你说一个秘密，要让中心不知道的秘密，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录音？我在借镇定剂，这是副作用。不相信你可以上网查，网络上还有攻击我的文章。换你了。你知道被当成天才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情吗？有句话说，天才跟疯子只有一线之隔，天才也好，疯子也好，与其说当个天才，我宁愿当个疯子。为什么我身上要贴上别人给我的标签呢？而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呢？所以你就装病吗？不全是，不过也差不多。珊珊，啊！你最近真的太不像话了。我怎么了？你美不像话。哇！怎么了？珊珊，你晓得我有事情交代他。哦，他在会谈室啊，他去找小东聊一下。没有啦，台厕所。啊，对他去忙。那个怎么又坏掉了？没有坏掉了，只是画面不太清楚。对，米球都不能开了。小东好像真的不太对劲。昨天我们半夜来看监视器，他就只会在有人在的时候发病。这是我的人生，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你不觉得可惜？可惜？那你觉得怎样的人生才不可惜呢？在父母面前做个贫血结婚的小孩，别贴上自己不想要的标签吗？然后呢，最后做一个自己讨厌的工作，你觉得这样不可惜吗？如果是家庭问题，你要不要和家人好好谈谈？你妈很关心你。关心我？你真的觉得关心我？她应该是怕自己的天才儿子变成神经病，出去外面被人家指指点点，感觉丢脸吧？自从我生病以后，她哪次不是遮遮掩掩？你有看过她来过这里吗？你有看过吗？她把你送来的时候有说过她最近工作比较忙。忙，他应该是忙他在问的事情吧。他说过，我是他最重要唯一的亲人，我是最重要的。彩花有空监视器。哎，你可以啦，奶茶桶啊。现在你都看到了，要通知汪太太吗？
我会找时间好好跟他聊一聊。不过，怎么了？他可能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接受，母亲没有办法接受孩子没病。他花了很多时间照顾小东，如果他知道他是装的，可能反应会很大。总之，我会试看看的。你想会怎么改？你应该怎么改？上班打电话危险，夜班接单呢，都在上应用哎。讲过嘞，这真金不爱呗。我去骂你。对你有咩个好处？妈，你还唔肯继续留起来吗？俺就看唔惯你阿前女友啊，高兴一下，唔判定。不过，俺讲个迄事实，唔迄搭三年都做得只主持搞正经个用，请好美金。不要威胁我！你还还不一定王必聪会对你同诉呀？你还没聪明呢，知道你好。郭德浩，老爸讲清楚哦，你这唔养眼，好给条样片朋友梦如何？现在我都唔掉。谁摸嘞？谁摸嘞？哥哥。嗯。俺想我把图来输。笔记本。
唔系，系天使看到一种，做得把动脑色嗰种。涂鸦本发出来哦。阿牛，你看。唔系一种，系天使看到嗰种。你讲清楚着诶，莫开天使。哎呦，就系有动到发嘅种啊！莫开发啊！你听听讲。爽嘞！挨老姐姐讲，这是一斤未止。你听小讲，我天窗来出地了啊！莫安尼啦。唔爱，我老姐姐讲，哥哥都疼我，太顽固。无礼貌。哼。好啦好啦，哪个想看啊？我做钓鱼水。我吐的哦，你 OK 啊？之前要他去审判，然后你再跟董琦发好了，像你蚂蚁出风草的那样。好好，行啊你哈。李先生，你意思讲小东无白骗的？对起老夫人年年沟通的过程。可能家己偏，会假的。起码想要面对问题。问题？起有乜嘅问题咯？我样样都被亲好的，叫俺乜嘅就有乜嘅，俺有身份有多大有乜嘅问题？我妈妈，那人真对的，有条法，可能爱老小东沟通沟通，怎么清楚？那也先老唔讲去亲戚拍案的，详细个爱同小东讲。现在知道我没有生病，你不开心吗？开口闭口就是大学，大学，你烦不烦？我关心你干有么差？你丫头说就很轻松一样的事情啊！我都不担心了，你担心什么？你要不要做点用来讲法？我怎么讲有差吗？反正你也不会认真听啊！我看你哦，还是不要理我好了。你赶快回去好好处理你再婚的事情，我在这里眼不见为净。小东，妈妈还过结婚，还让我无欢喜。你做得老妈妈讲啊，我做得等太好考到的，我才来见面做得啦。大学，大学，为什么永远都是大学？大学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丫头说对你来讲就还欠重要哎。我现在不想管大学事，大学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这样好吗？把他们单独留在里面。既然小栋已经没有精神问题了，剩下的就是他们母子之间的情绪。其实小栋一切问题都跟他母亲有关，我们在，他们是不会把他说清楚。
他们需要知道彼此之间要的是什么。狄氏。我是想问，如果他们讨论不出结果的话，后续我们该怎么处理？再讨论看看吧，毕竟我们是医疗人员，这种家务事不在我们解决范围内。如果他们不能达成共识，我们介入了，小豆也勉强回家，后续还是会有很多问题的。我不想当你的炫耀工具，王小东，你有良心也无良心吗？我辛辛苦苦让你投胎，你压根把我当做炫耀的工具。对，就是因为我对不起你，所以你就要夺走我的人生。我做梦该夺走两个人生。你什么都替我决定，这样还不算吗？我还没等候哎。我不需要你的着想，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只是希望我赶快考上离家远的医学系，好离开我这个拖油瓶。嘿，那里面两个粉丝都好多的同样眼光当当牛嘛。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要念医学系，我说我要念文学系跟历史。两个粉丝要讲暗号，同文学系当大上帝嘛？有什么好浪费的？爸爸也是念文学系的。不就会冲牙吧冲腰，所以你的母路用差不多钱来做改嘛？爸就是骗你这种话骗死的，你为什么要讲这种话？王太太，叫他带到牙就带到牙，想要用的就用的。王太太，你冷静。我没用的来耶，这事情我没管的啦。王太太，讲到妙的呀？你讲的。好啦，看媒体，哪一点名哦？哎，等一下，干嘛？压一马盖。叫哦，慢牛。哎，抛反闪是吗？哎呦，那你快吞呐！你这，哎呀，不是爱情清楚楚，不枉来世路。老板院好了吗？李医师，米秋，最近有一种绘本好像很流行，我想建议文玉姐看可不可以再被你们放进，你觉得嘞？绘本什么样的？这种。这个，请问在哪里买？网络或者是书店应该都有吧。好，我先走了。哎，比较，谢谢。谢什么？没事。那我先走了。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如果你需要帮忙，可以来看我的门诊。
很多人来我这边看。谢谢。边号哎，杨培友啊，我啦，同事。今年冬好呢，要冻温柔啊。上班吼，然后落班吼，来个要吃东西吼，就。Yuki。老板。哎，来了。哥哥，你买面嘞？从本人讲个，把土给熟，哥哥的黑马街嘞。你嘞，坐起来，来了。永安，你没睡那么多高兴吗？你也睡不着觉。一梦做的见面，每次都睡不着，梦影同爱讲已无在，留下一个拥抱的上一个世界。挑摆的未来无彩，而你可不必猜疑，其实未来非常凄凉，可不必猜疑，化解喜爱，依稀不稀，很跌也，就写到太意中，是低矮身边。呀哈唱走我让他丢哈啊现在呀也有空多么也地听也也叫不一梦做得着一梦做得着一梦做得着弟弟呀不要离开我那条胸片就不会不能看到留下一个拥抱的上一个世界做的好逃避的未来无彩而你可不必在意其实未来非常猜忌你可不必在意马街喜爱全部都这样你今天没转呢老眼睛那么转去
也喊听听，结着东西，也唔买功课的。老奶叫我转去，好冇？就是多太一种一定爱身边也和强做的一撒来上衣你有空多么你的天天也就不一梦做的就多么一梦做的就一梦给他一份更好的就就是多太一种一定爱身边也强做的一撒来上衣有空多梦爱的天天也爱脚步一梦做的就一梦做的就娘啊，感冒，所以唔落教就偏爱下棋啊。讲输哈？谁怕输啊？下就下嘛。好、哦，好了，开始哦。有赏脸就要按钮了啊！横冲直撞，做事情都没有考虑结果，那样做不得的。将军，将军呢？再来一次。无路行的啦，将军。你根本没病对吧？嗯？你是跟老婆吵架吗？不然你来这里干嘛？谁说我没有病的？我有酒瘾。不可能啊！为什么？你完全没有戒断的倾向，戒断手会抖哎。因为你这年轻人，你要休三年，就医效得了嘛，知道不少嘛。不过我真的没有骗你。我是因为酒瘾才进来。那你好了，为什么不走？你不也没有病就进来了吗？这猜啊，有时间唔停，你也着休息的啊。到底在想什么？这里到底有什么好啊？你要被所有给你呢，就想要出去。大家都是逼不得已才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人啊，都想要出去。没有人像你这样拼命的想要进来。我跟你说啊，你要永州啊，等于是在羞辱他们，也在羞辱你自己，李某。我没有想要羞辱谁。那你假装精神病，不就是为了要气你吗？那就表示你觉得精神病很丢脸啊。这不是羞辱，那什么是羞辱？那你自己还不是一样，装什么清高、啊？我有我的理由啦。安琪啦，下去吧。我再想一下。小马该呢？你还想要重来啊？我问你啦，你是想要重新开始，还是要继续研究这番事情？想要重新
开始，还是要继续研究这块事情。生的目不偏，是一件好事啊！爱无了解小东阿妹的想法，不过爱咩无了解小东，做嘛该爱按呢？十个岁的生人呢，都带系面对了极大的压力，正晚上的家族精神偏人，空到疗养中心，也下个沙飞。是不是本身人的太太的压力呢？为了爱成功，本屋下人有面子，爱做大家讲的成功的人。不过，是讲真的，是为了自家的兴趣来冒险，又有乜嘅关系呢？青岛，就系失败听听啊，青少。唔会伫变做太唔够好，好费自家，这样子唔勇敢一次。韩版太爷就会滴，买鸭币收诶，全部就会币后诶。妈，拜托你把我的人生还给我，就算一下下也好，一下下也可以。你意思讲，我会分数？哦，爱冇唔朋友。李医师果然跟网络上说的一样，年轻又帅气又温柔，还付出了动态的推广，推广做得够老一辈，很感念。未来无彩，你可不在意，今在未来未想猜忌你，可不在意，莫该喜爱，你恨，不恨，恨你也，出世多太严重。